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小猪佩奇的过家家玩具。这是我们的小猪佩奇，佩奇头上戴着一顶皇冠，坐下吧，佩奇。佩奇两边还有两张空椅子。小仙女小羊苏西过来了，苏西背后有一对翅膀，苏西就坐在佩奇右边吧。哇，快看这是谁，哈哈，是小猪乔治，乔治就坐这张椅子吧。小羊苏西肚子饿了，来吃点东西，这有一个大的香芋派，快尝尝吧，苏西。苏西吃饱了。小猪佩奇也闻到香味过来了。小馋猪佩奇也吃饱了。吃完饭，佩奇要来洗个澡。洗完澡，过来这边照照镜子。哇，洗完澡的佩奇真好看啊。接着佩奇要来睡觉了。好好睡觉吧，佩奇，做个好梦。小羊苏西也要来洗个澡。苏西也洗完澡了，他也要去照照镜子。洗完澡的苏西变得更可爱了呢。佩奇睡醒起床了，轮到苏西来睡觉了。好好休息哦，苏西。咦，乔治发现这有一个箱子，打开看看。哇，里面好多珠宝啊，乔治，你寻宝成功啦。乔治寻完宝也要来洗个澡。洗完澡过去照照镜子。洗得干干净净的了。乔治也要来睡觉了。做个好梦哦，乔治。佩奇睡醒要来看会电视。苏西也来了。还有乔治也来了。